第27题，定温下将某物质10公克加入50公克的水中，充分搅拌后尚有2公克沉淀，则此杯容易的重量百分浓度为下列何者？我们晓得我们的百分浓度的算法是底下是溶液，上面是溶质，溶液是溶质加上溶剂，溶质是要会溶在水中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十公克丢下去，还有两公克沉淀，所以只溶解了八公克，所以溶质八公克，加上我们的溶剂有50公克，上面的要放的是溶质，所以是八公克，然后再去乘100%，所以第27题问我们说，则此杯容易的重量百分浓度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。